自土耳其的吴凤已经到台湾发展多年，也被称作最佳台湾女婿，一家四口的生活相当幸福美满。没想到近日他却发文透露，这阵子老婆出现频尿问题，去医院接受检查后才发现已经长了8至9公分大的子宫肌瘤，让夫妻俩都吓了一跳。原本希望以最不入侵的方式来治疗，但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后，得知肌瘤密度偏高、太硬，因此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最终还是选择使用传统刀处理。而老婆主要症状是频尿，其他则没有什么明显问题，将于8月底动刀。不过吴凤也强调，他和老婆都保持乐观态度，虽然肌瘤给老婆一些不方便，不过他现在很轻松。天文一出，粉丝也纷纷为老婆加油，也提醒吴凤不要让老婆喝太多中药，怕肌瘤越来越大颗啊。